各位同学，在这个 part 当中，我们要介绍串接的架构。然后串接架构就是要把之前讲的我们的直接架构，我们透过串接的方式，就把整个系统切成好几部分，再用串接。那至于为什么要串接，它的好处是什么呢？我们赶快看下去吧。好，那串接的架构基本上我们来看到说，它的想法就是说，我们整个系统从头到尾，这是输入，然后输出，我们可以把整个系统的我们的 H of Z 把它切成好几个，例如 H1、H2 一直到 HK， 就把它切成好几块。那为什么这样切呢？我们有它的好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切，它的好处是什么。一开始我们原始的 FIR 好，可以表示成许多个二阶的 FIR 串接组合。好，例如说我们把我们原本的这个系统。好，系统它的 Z 转换把它切成好几个，切成 K 个，好小的。好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只单看其中某一个，好，这个二阶的 FIR， 我们也看到说它是到 Z 负二次方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？因为如果我们将整个 FIR 的系统，如果我们把它们系统当中的一些共二复数根组合起来的话，好，发现到说这一个二阶的function， 它的这些系数就会是实数，为什么呢？好，我们这边来说明一下。假设我们有 a 跟 b 都属于实数，那我们知道说它有两个根嘛，一个是 z 等于 a 加 bj， 另外一个是 az 等于 a 减 bj， 那这两个是共二复数根，好，那我们这两个共二复数根，如果我们带入这个二阶的方程式里面，这个 z 转换的话，我们发现到说，它最后带进去，它最后展开，好，就把这方程式分别把它展开，展开的结果，好，发现到说它的系数都会是什么？都会是实数，也就是证明我刚才讲的，如果你把共二复数根组合起来的话，它得到这二阶的方程式会是实数系数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个二阶的 FIR， 它二阶的 FIR， 我们可以用一个这样的直接架构来实现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看到这是输入，这是输出嘛？好，所以它是直接架构，就怎么样？这些系数都是实数。好，从直接架构我们可以看出来，一个二阶的 FIR 是这样实现。好，那如果我们把这些二阶的 FIR 串起来，就像变成这样子，就是我们用串接的实现方式。好，那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刚才提到的二阶的 FIR。那如果是线性相位的 FIR 串接的架构怎么做呢？首先，因为线性相位，我们知道说它的系数是对称，好，所以代表怎么样？它的 zeros 和它的零点会对称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有一对共二复数根，它是 zk 跟 zk conjugate 的话，它亦会有另一对共二复数根是它的导数，是这样。好，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，我们可以来看，我们就把这个四个跟我们来组合一下。好，例如说我们有这两个是共二复数根，它亦会有另外两个它的导数嘛，把这个分别带进去 ，zk 跟 zk conjugate 跟 zk 分之一跟 zk conjugate 分之一，我们把这四子展开，那这个会是个四阶的，因为我们现在用四个根。好，四个根，把这个展开之后，好，展开之后我们会发现到说，一直展开，我们会发现到说，最后它会有这样的结果。什么结果呢？这当中过程有点复杂，我想这东西其实大概还算蛮直接的，就可以直接把系数展开。最后发现说，这个，好，这个记得。阶数如果是四次的话，它所有的系数，这些系数都是怎么样？实数，而且怎么样？系数对称。好，重要是它系数对称，就是因为系数对称，我们又可以利用刚才线性相位，好，系数对称的方式，我们又可以省掉一些乘法器，因为头尾系数对称，这两个对称是否代表说我们这两项怎么样？它乘法器可以共用，因为它系数对称，这两项。因为它这个系数对称，所以这两个乘法器就可以共用，所以可以少一半。好，所以利用一个四阶系数对称的 FIR， 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就是这样拉过去，
好、哦，这两个这个系数共用，系数共用，因为这一条路跟这条路系数共用，这一个，好、哦，这条路跟这条路系数共用，共用这一个，好、哦，就系数对称就可以共用。好，所以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可以来看，就是说我们又可以把它拆成串接，那串接这边怎么样？每一个都是怎么样线性相位的 FIR。它乘法其实都少一半嘛，所以就可以把它串起来。好，所以这串接的好处是说，如果它是线性相位的 FIR， 我们就可以把里面这个每一个好每个串接结构里面这个每一项，都是又可以省掉一些乘法器。好，所以这个每个都是四阶的 FIR。各位同学，在这个 part 当中，我们介绍了串接的架构。所谓串接的架构，就是把我们整个系统切成好几块。那为什么要切成好几块？我们刚才提到了，如果你有共轭复数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合并在一起，然后它的系数都是实数，或是说如果这个 FIR 它是个线性相位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四个根组起来，一组起来之后发现说它就系数的对称，所以就可以少掉一半的乘法器。好，那在下一个 part 当中，我们要介绍频率取样的方式，那它是又是另外一种系统架构的方式，它会更直接。那至于是什么呢？我们赶快来看下去吧。